在角落，走廊的空虚不断倒带着你和我，哭着笑街上绕一日日的过，凭着记忆想象你的侧脸，我轻轻地抚摸，手中握着叠满眼泪的相片，来不及说爱你，你说再见。泪在掉，但在雨中又有谁知道，幸福多短暂，拥有过就好。找你失去的心跳，再舍不得也都画下了句号。我想你想得快疯掉，请你别再闹，醒来好不好？泪在掉，但在雨中又有谁知道，幸福多短暂，拥有过就好。摸不到，抓不着你失去的心跳，再舍不得也都画下了句号。有没有机会告诉你，这世界上最好最好大姐，明，你不会有事的，你不会有事的，不要哭，不要哭的。
安排入错房，女怕嫁错郎，这个道理我终于明白了。我又是这种。 那我家人呢？你是鬼迷心窍，才会做出那么多坏事。我真的很后悔。你知道我有多恨你吗？要是我有勇气杀了你，我一定会。 喂，我根本就没把文件的股份交给天心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真的很后悔。很后悔？你后悔什么？你要后悔的是我。 要恨我，不能爱我的家人，就等于不能拥有我。我的心死了，我的心彻底的死了。 答应你，我要解除婚约。这次我是认真的，孩子我会保留，但我是绝对不让你见孩子的。别这样对我。 曾经跟子轩说过，这是命运打出来的算盘，我们控制不了。我想通了，可能这就是命。 想通了吗，姐？你身上流的是好人的血，你是放不掉和家良的。相哥，你告诉大姐了吗？ 决定接受治疗了，想通就好，想通就好。大姐，无论如何，你不能卖掉陶氏地。小妹。 三哥治疗时，就要麻烦你好好照顾这个家，照顾大姐，好好读书，你知道吗？知道了，知道就好，知道就好。
已经查看了，有人给你顶下你的店。好，明天我们一起去那个人。好，我现在就去打电话。大姐，一定要卖掉陶瓷店吗？这是唯一的办法，文彦绝对比陶瓷店重要。 我一看到了回京，他现在就走上门方向。他又来干嘛？你们还是快走吧，他快要找上门来了。我会接。为什么你一再来打扰我们生活？你过你的生活，我大姐过她的生活，这样很难吗？为什么一定要看到我们家破人亡，你才开心啊？文静，我说完就走。 我知道你想说贺锦良是个坏男人，这个我们都知道。谢谢你的关心，文慧姐。我突然发现，因为我坚持要你们发觉，嘉良不是个好人，反而害得你们家发生了那么多事。你现在发现错有什么用啊？文斌都已经坐牢了，文燕还在医院跟死神谈期限，嘉良跟文慧。 已经闹得分开了，现在说这些话，有什么用呢？我知道，是我自私，我自利，才会想尽办法让你们相信嘉良不是个好人。其实嘉良并不坏，如果不是我一再的威胁他，他也不会走投无路啊。他就是因为太爱你，才不想让你看到一片。 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为了弥补我的过错，我已经委托了一间保险公司负责文燕的医疗开支。陶瓷店是你们的心血，不要把它给卖掉。文慧姐，对不起。 你会怕吗？怕什么？如果我的骨髓真是了三哥的话，我不知道会有多开心呢。我很难过，不能帮到文燕。你有身孕了，怎么帮呢？是啊，大姐，只是抽血而已。 不会有事的，你们在这里等我。
快放他下来了，他那么做。哎，我哪里会做？哎呀！老师快来喽！七哥，七哥，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这样一家人出国旅游了。还有一个人。谁啊？ 他去我们的弟弟啊！大姐，小舅，哎，乖，哎，哎，我已经接好吗？有了你的骨髓，当然好了。<笑>好了好了，别多说了，巴士来了，凯凯，我们出国喽！<笑>我们把美好的梦想，时间现在。 被谁斩首埋，我触动那一秒，用你的味道这样就很好，伤心绝不会淡掉，永远不会是个问号，把这里抹掉，丘比特身高。